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绵羊影评。这是1000订阅的赠票影片。那距离上一次500订阅的影片呢，中间间隔了4个月，花了一些时间。从500到1000呢，除了廉政风云以外，就没有其他点击破万的影片了。但是这段时间，我有感受到很多订阅者的鼓励，有些是潜水很久的，然后突然浮出水面，说有看到我的进步。那有些是和我互动、长期观察我的，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就是最好的鼓励。其实1000订阅和4000小时的观看时间呢，是 YouTube 给创作者的盈利门槛。那即使可以盈利了，做这个频道也不会赚钱。那我也没有想过要靠这个赚钱，纯粹是想要记录我看完电影之后的感触，然后在下班的时间来体验不同的人生。所以未来频道还是会朝这个方向继续进行，做我想做的电影，说我想说的内容。那也希望你们愿意继续看我的东西，大家一起来讨论，从电影看人生。那接下来呢，就直接公布赠奖办法了。我因为工作的关系不方便露脸，就在下方留言来猜我的年纪好了。那就只限留言一次，我从中选一个最接近的答案。那如果答案有重复的，我就随机挑一位送2张的微秀电影票。那是要在4月14号23:59以前留言的才算。那邮寄地点呢，现在台澎金马的地区。那我会@得奖者，这样在私讯收件者的资料到 FB 的粉。那就算上次也没有人要留言，但是我想说还是先讲清楚比较好。那就这样咯，谢谢，还有拜拜。